好，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这一年来拍到的很多漏网的 NG 镜头。其实我们这样看下来，我觉得超多好笑的镜头，我自己刚刚看了我都觉得笑到不行。对，而且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些镜头？因为实际上我们在剪片的时候，只能大概剪10到15分钟左右，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片段，虽然我们觉得很精彩，可是我们就是要把它舍去掉。然后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把这些片段全部都再把它找回来，然后觉得很好笑的啊，很经典的啊，或者是叔叔被我骚扰的片段，全部都放在今天的这一集。对，我觉得今天这一集有可能会上黄标，哎，会吗？不会。好了，那我们就接下去来看一下。好，我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这一年的所有的 NG 画面，那就影片开始喽。Your life vest is found under your seat of water landing or any sharp object in the nearby. Lift vest over your head. Take the tape around your waist. Push and to buckle. And your waist tape to tighten. This 酸是很咸。超咸的啦！奶要涂多一点吗？不用啦，肩膀到时候只是用薄膜了。你有缩小腹吗？有啊，却还是一样缩不进去。好，三个。然后好久没开头了，再次三个。耶，我是凯文。嗨，我是酷弟叔。我们刚换好衣服，然后也讲错了，重来。我们现在准备要去洗温泉了，就在我们自己房间旁边的浴池。你要小心，不要穿帮哦。你要先用浴巾，然后遮住。我很不会用这个东西的。可以，没有漏，没有漏。你 man 一点的话就把。好了，哪里成功了？裤子成功了，哪里？我要做。哇，好累。哎，这我还蛮喜欢他的那个洗发。说你有多久没有爬山了？你是以前，以前常常跟爷爷小时候都会去爬山，可是后来爷爷膝盖比较不好，然后就没有去爬。我觉得先让男人活力的来源。I don't want to say here no. Ain't gonna keep it up. If you want to go, let's go. Oh, yeah. Oh, you're right. Oh, it's coming. No, it's got a little bit of a change.我刚刚抖一下，哎，不要抖，很像起来都很帅的感觉。绑出来，看一下你的腹肌有没有绑出来。有哎，有吗？有吗？你敢出门用？试试看。啊！哎，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把洗的东西直接丢到洗手槽里面。为什么不行？想干嘛？为什么不可以？你现在来到是我的厨房，你要听我的话，好不好？
恐怖哦。啊，怎么用的、啊？哦，我知道了，要先开火力，因为这不是我们的那个，我们平常没有用这一台，我不想它怎么用。哇，它不吸。现在可以讲真实的，历经了千辛万苦，我们终于可以吃饭了，可以放到餐桌上。真的，刚长在奶头了。好，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第三个动作，就是倒数第二个动作，然后我们要往下移动。今天第三个动作我们要动的是腿。我们来为你展示。水果，来为大家展示今年夏天最流行的水果，有南瓜、秋葵，还有青椒。你讲话声音好小声。还有大自然的猛男。好吧。巨人的手。阿布拉演完了。收获生日礼物吗？没有哎、欸。然后你要给我保持距离，你看这个地方，好像鸭子哦。避免交谈，请戴口罩。你的下胸是湿的，你看。快点了，走吧。大家好，我现在是 Eric， 因为还没有九点过。是九点吗？是九点啊，蔡依林六点，六点太早了吧？都想我变身。好啦，很久好久不见。来吧，你这样子下水了耶。下水了。为什么旁边有一个阿伯在那边？阿伯，他是很像阿伯。你还太湿哦。天哪，这胸到底是发生什么事？这里面到底是超肤色的？东哥，让你抹看看。东哥比较色情，他的手势。而且啊，我觉得他在水下有个好处，就是他非常的稳。像我们之前去潜水，我们按赞订阅，然后开分享。开铃铛啦，分享开，分享开铃铛，好。你在拉筋哦？我刚刚脚抽筋。开到脚抽筋。坐泳三轮的感觉。有点像酒鬼的感觉，真的很像酒鬼。看，这个是小琉球的，这个 Captain， 对啊，还有这里，好，好哦，然后冰了，我复活了。叔叔说我刚晕船的时候比较安静，你复活就有点恐怖，你还是比较复活好了。我们现在要去海边了，耶！走吧，骑车，走吧 ，Go！ 一个海胆都没有哎。刚被人家说要 PO， 要发 IG， 他说该 PO IG， 该 PO IG。为什么？山上有个裸体。哎、欸，我应该帮你拍 IG 动态时报。好、啊，来。不用那个了，就这样好。我是 Super Model。有腹肌耶。